John， 今天来玩这个超大斜坡。哎，我是 Leo。哎，我来找一下什么新车子好了，看一下啊。哎，最近有一台新车子叫做法拉利啊，出来了，黄色法拉利。哇，812，好啦，我来试试看，冲啊！哦 ，My God， 超快的，哦。冲啊！咻！哇，飞好远，飞好远！哇！哦，等等等等！哦，这个车挡住我的路啦，搞什么啊？啊，对了，我应该把它装那个喷射器才对啊，这样可以飞更远。OK， 我们先上去换另外一台车好了，走喽！要扒我 ，OK？OK。OK? OK.我们来换另外一台车，这台车是什么呢？这里面好像还蛮多车子没有用的，看一下啊，有一台那个，哎 ，Zombie 吗？我看看，这个车，这是僵尸车哦，前面有机关枪哎，哇，可惜它都不能用，它可以用的话就太屌了，哦。还有火箭炮啊，前面还有什么有小枪？对了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怎么会这样？怪怪的哦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上去跟下去都要变成那样子，冲啊，越野车，冲啊，加快加快，快点，喂，哇！360度旋转啊！快快快快快，安全着陆，快点快快！哎呦，哇、好险没有翻车啊，真是的。哦，很猛哦这台。哦，停住了。好，我们再回去。好，这台要换什么呢？这次要换另外一台车好了 ，Safe， 看一下。Runner 吗？我看看这什么车？这到底什么车啊？感觉它没什么用啊。我觉得我啊，管它，试试看吧，冲啊，冲啊！翘孤轮，喂，哦，哎呀呀呀！视角换一下，那视角不太好用。翘孤轮，哈哈哈哈！因为它那个斜坡太大了。垂直下来一定摔车的啊！我们再上去。OK， 这次要换四轮的好了，摩托车好像不太好骑啊。OK， 我们换一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 bus 吗？看看，哇，僵尸模组会出现，未来会出现的巴士，看它附近有什么。先下车，哇，他连下车都那么帅啊 ！OK， 我们先看一下，哦，他前面有这个加装这个铁条啊，防止僵尸跑进来啊，应该是比较耐撞吧。旁边还有加装铁，应该，喂，这什么？冷气机？哦，这还蛮需要冷气机的。等等，我差点掉下去，算了，我们先上车好了。OK， 上车啦。OK， 上面还有沙包，还有什么那个天线啊？冲啊！啊，起步好慢啊，怎么那么慢啊？喂，走！感觉当然不太稳哎。垂直下降，冲啊！哦，飞了，飞啊！哦。摔车啊！哎呦，站起来好不好？是怎样啊？不太稳定哦。好，我们看看可不可以载人好了。有人招车吗？等一下，没有人招车啊！啊，不管了，上去啦！
好，我要上来了。我们这次要换什么车呢？这一次给他换另外一台车。这台车是什么呢？好了，来换个 robot。 喂，这什么？好酷哦，他是机器人吗？哇，我看不到啊。等，我换个视角了，换个视角看一下。哦，他怎么要倒不倒的啊？哇，他加装这个，就是卡车里面有装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？哦 ，EMP 装置哎，卡车里面装 EMP 装置，然后看起来像火箭炮这样子。然后他的头是用大卡车还有坦克车做起来的，哇哦！然后旁边这是什么？油罐吗？然后这个侧边这是什么？这也是油罐，所以它打一下就爆了吧？到底怎么做的、啊？哇 ！OK， 它应该是也是用那个外挂了，然后外挂，然后它是可以把东西组合在一起的。这个有机会再教大家怎么用啊！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外观好了。哇、哦，上面是砂石车哦。还有什么？哦，应该是这样子而已吧。好，我们先试一下它的性能好了。走了，出门了，出门了。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正面呐、啊，视角卡住嘞。它沙子不会掉下来吗？它粘在上面了。OK， 这个视角其实不太好切换了。我应该装个放大视角。它这个应该没办法飞吧？我试试看。冲啊！要掉下去了！快！你们压到人啊？这样我很害怕哎。应该没事吧？哦。看它是坦克车的用，它坦克车什么用处啊？应该就发子弹用的吧？挡住我啦，这位先生。我来压那个车子。哦，我踩到人了。我觉得它好像没有比较重啊，因为它坦克车其实就那样子吧。我以为说加上其他东西会更重，就车子也没有踩比较扁。完全挡住我的视角啊！哇，还真的还蛮强的。OK， 谁会哭喊啊？烧起来了，我来救你啊，帮你解脱一下。OK， 我们再上去了。等一下，我先下车好了。这台车，把它放在这里。哇哦，我们看一下，哇，超大的！好，我回去一下哦。OK， 好的，我们又上来了。这一次我们来换什么车啊？这一次给它换其他的车子好了。换一样给它换。Tech Boss 是什么、啊？我看看。我装了一堆车啊，这个不能用啊，换另外一台 Robot 4好了。 Robot 4是什么？跟刚才那台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还是其实是一样的、啊、这好像是一样的、欸、啊，不好意思，把它丢掉，把它丢掉。等等，我先下来好吧，先下车。好的，我先下来，然后这怎么丢啊？把它抓下来。抓下来就是整个都，它只能抓一块啊！哎呀，我宕机。好的，这次呢，我们继续再换另外一台车了。另外一台车子是什么呢？另外一台车子啊，我想想看在哪边啊，在里面儿。Duke Master 是什么？我看一下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喷火车吗？为什么有两台车在上面呢？这是干什么用的？它其实是两台公爵加一台这个是什么车啊，把它结合在一起了。不管了，冲啊冲啊。可以加速吗？不行，不能加速。为什么直升机的声音啊？冲啊。就这样子掉下去哦，完全没有着落的地方。
哇，车子都没有坏，超屌的。看一下，下车看一下。哎，哦，怎么变一个人啊？哎呦，这台车怎样扒我哦？啊，不管了，不理你了，我上去了。OK， 我们再换另外一台车子啊。另外一台车是什么呢？啊，这次换这个 Robot One 好了，这台坦克车。噔噔，哦吼，哦，这台好像很大耶，我看一下啊。先换这个视角，哇，哇，它好大哦。那台直升机想要降落在，要降落啊！我在这边呢，你给我走开好不好？你去旁边啊！要飞过来，你走开好不好？哈，朝我飞过来就对了啦，再过来把你删掉。真的要降落吗？别啦，我要打你哦！哦，再见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边坦克车。结合了坦克车，哦，它的脚是坦克车啊，啊，中间这个是货柜啊，火车头，然后后面是飞机，哎，飞机后面还有三个火车头啊，它几乎是火车头做成的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前面也是火车头，然后上面的话是坦克车跟什么油管吗 ？OK， 它这个，哇，这个是泰坦号，哎，这个飞机，哇，这个机器人好大哦。看一下这个距离，哇哦！好，我们直接下去了，冲啊，冲啊，冲啊！哦，就直接跳下去了，哇，我要翻车了啦，这个脚也不好站啊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啊？感觉好像很慢欸，我应该是那个。90度的那种大斜坡才对，哎呦，哦，下去下去，哎呀，哦，哈哈哈哈，他居然摔倒了啦，哎，让我过去好不好？走开，这台车挡路啊！哎，哎哎哎，我下来，我下来，我下来，哦，我们近距离看一下这台车。坦克车超大的，嘿，哇，好高哦！我试试看把它打爆。先装一下这个，哎，这什么 weapon 吗？啊，火箭筒，先装一下火箭筒 ，heavy weapon 的 RPG。哇，把它打爆！哇，烧起来而已哦，它冒烟呢。这个也太大了吧。Are you kidding me？ 他的脚就这样爆了，烧起来了。试试看他的头。哎，我没子弹啊，我再装一下子弹好了。到底是哪一个 ？Heavy weapon 的 RPG， Fuel ammo， 好，装好了。啊，它一次只有一颗啊！哦，就这样爆了，是飞机爆吗？哎呀，碾过我的脚啊！天哪、啊，太坏了吧！这样冒烟爆了，居然哎、欸，为什么他走了？有人开着我的坦克车啦！哎呦，撞我！坦克车就这样被开走了，还冒烟是怎样？啊，你开给你开给你开，我先回去了。这样还蛮有喜感的，这样开走。好，回去啦。OK， 我们这次再叫另外一台车子哦。这另外一台车子是什么呢？Safe， 我这次换另外一台好了。这个是Black Partner 吗 ？Mad Max House， 这什么啊？因为我撞了一大堆车子都没有用过它，来试试看。大脚车，哦呦，
哦，上次在那个僵尸模组有出现会喷火的啊，喷火的车来看一下侧面哦。好 ，OK， 正面呢引擎突出，然后后面有机枪塔，冲啊！哎，哦哦，有点偏移了，哦哦哦，哇哦，这个火焰发射器好强啊！准备起飞，咻！哇哦，哇哦，机枪掉下去，来看一下，来烧一下人好了，反正都已经用了它，可以烧吗？烧那么久才烧起来哦，真假的？这样呢？太惨了！哎、欸，那坦克车在这边啊，坦克车在这里啊！哎、欸，不要走啊！你走去哪里啊？我要烧一下你，你给我出来！行不行啊？不能烧！哦，烧旁边的车子啊！哦，车子烧起来了！哦，沿路烧！摩托车要烧一下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个距离烧得到吗？看起来不行哎，在我旁边就是烧不到。这个人呢？哦耶，烧起来喽！烧烧烧！哦，大脚车！哦 ，My God！ 打什么手机啊？帮我烧一下吧，不要走嘛！好，摩托车就是，咦，爆了爆了爆！这样这样这样，哎嘿，他居然掉下来！Oh my god！ 哎呀，居然走过去，走过去就没事，我就不相信没事，不要跑啊！不要跑嘛，来，烧烧烧！哦吼！哦，哇哦！哎、欸，这个公车刚好，来来来，让我烧一下，整台公车的人，哎、欸，居然没事哎、欸，烧那么久居然没事，哦，屌哦，哈，爆了啦，车子爆了 ，Oh my god， 这边一堆人哎、欸，来来来来来，帮你，哎、欸，我帮你点一下火啊，来烧一下 ，Oh my god， 好，这个。不是今天的重点，我们今天是玩车子啊！来下来下来，来自己烧一下，自己烧一下。哎、欸，我是防火的、啊，那个人居然还走过去、欸，走过去还不会烧到，他要偷我的车吧？他就这样一直撞那个门是怎样啊？啊，不管了，我上去了。OK， 这次我们再换另外一台车子啊！车子是什么呢？车子哎，都 rescue， 这个哎，这个好了，这个什么？Box Valley Monster，OK、okay, Monster， 看一下啊，也是大脚。哎，这个不是那个乡村吗？乡村加大脚车哎，改的还蛮不错的哦，哈，里面是那个大脚车的那个车型啊，可是我的人跑哪去了？我没看到人啊。有啦，挡在车子里面。来爬上去。哦，它的乡村变成是外观了啦。OK， 没问题。冲啊！冲啊！哦！冲啊！冲啊！不能翘孤轮啊，不能让我翘一下。冲啊！飞哇、哦！哎呦，掉下去了！哦哦哦哦哦！安全着落啊，有没有？安全着落！我撞到车了！哈哈，这个视角很难开，你知道吗？这什么？这视角？哎，这什么东西在转啊？那是什么？是国旗吗？好，不管了，我下车了。这台车不适合我。哎嘿。我们再上去玩一下。
好了，这次就最后一台车，来做个 ending 啊。这台车要做什么？我想想看。我试试看这台车。不是 bicycle， 那个是 motorcycle 吧 ？motorcycle， 我怎么熊熊找不到那台车啊？那台车叫什么？咚咚啊，这个啦，有吗 ？Oh yes， 就是它，冲啊，冲啊，哈哈哈，冲啊，加速啊，冲啊，加速！为什么这台车会这样？好，果然这种高速斜坡只有四个轮子可以飞啊，两个轮子都是会摔车的。好了，介绍到这边了，拜拜。